大家看到我肯定以為我今天又講游水啦，怎會這麼容易被你估到。今天我實在是陸地來到建習騎師學校做這個賽事建習學員。要做學員就要穿校服喔，來換衫先。我覺得他好像馬很喜歡吃的紅蘿蔔一樣，所以我想他們比較醒神和會比較聽話吧。其實離開了水之後，陸地上面的事情大部分都做得不好的，希望不會有些太過體力勞動的事情，那就都應該能夠到了。香港賽馬會開辦有系統的賽馬專業培訓課程已經超過40年，歷屆畢業的學員中很多已經成為家傳戶曉的騎師和練馬師等等的專業人士了。你哋两个一定知道我天分好高，所以第一日嚟到就即刻学骑马啦，系咪？梗唔系啦，你首先要学识帮马住嘅地方清洁先。OK， 咁我哋行啦。好。马格咧就系马匹作息嘅地方啦，我哋每日咧都要帮佢哋清洁两次嘅，咁为确保佢哋作息嘅时候可以好舒服啦，帮佢哋清走佢哋嘅排泄物啦、食剩嘅饲料啦，同埋湿咗嘅草。当我哋执走晒呢几样嘢，我哋会帮佢哋加翻啲新嘅木糠，确保系干爽啦，同埋有一个适当嘅厚度，令到佢哋瞓低嘅时候咧系可以好舒服啦。呢啲就是我哋铲马格嘅工具啦，咁我示范一次，跟住就到你啦。OK， 我哋就会铲咗啲排泄物先嘅，呢啲你见到有少少哦深色少少嘅 ，OK， 咁就应该系尿。咁我哋就铲开侧边嗰啲，系，跟住一嘢咁样铲落去。呢个就唔使等啦，唔使啦，因为全部都污糟嘅。同铲猫砂嘅原理系一样嘅。系啦 ，OK， 我做到。嗰个大板，好啦，好，到你。吓咁快噶？哇，佢会走噶？拜拜。哇，佢会走噶？佢笑我啦。哦，佢哋系好有弹性嘅。好像自己縮小然後入了一個貓砂盤入面，但是拿著一個極度巨型的貓鏟。第一次學執馬格來說已經是十分好，應該做回個人兩個星期就可以跟我們差不多。馬格都清完了，我可以去騎馬了嘛。我跟你玩多個遊戲先，如果你贏到我就帶你去騎馬啦。骨是腳啊，我們鬥快砌回腳出來。準備好沒？嗯，開始。我不識嘅喎，咁唔公平嘅，你平時都有做呢件事噶。專業嘅嘢就交翻俾專業嘅人士啦。咁又唔使氣餒，因為呢個課程咧係充滿住挑戰嘅。咁學員咧亦都可以按照自己嘅長處啦、喜好啦，去揀唔同嘅去向，例如騎師啦、拆騎員啦、騎術教練啦，又或者行政人員等等啦。最主要係學點樣照顧馬匹啊、騎馬。馬唔識講嘢啦，咁我哋用心去感受佢哋。又開始跑馬咁樣咯，去到外國。希望多啲機會去爭取過外國，做到見習騎師。係咪對於佢哋嘅生活好有興趣呢？想開拓同馬一齊嘅夢想之路，快啲踏出第一步，參加我哋嘅賽事見習學員計劃。詳情可以到馬會個網度睇睇，快啲報名啦！想知道我呢個學員會唔會俾人踢出口，就要留意住下一集啦。